大家好，这是由国立中山大学管理学院所提供的整合管理基础线上课程，属于管理学的部分。我是王志远。现在我们将会花费一点时间，跟各位简单的介绍一下组织沟通的概念。为什么我们需要谈组织沟通呢？这时候我们得先看一看沟通在组织里面的一个角色。首先，组织本身它就是一个资讯的集散地，各式各样的资讯不断地在组织当中传递，并且作为我们工作的基础之一。再来一件事情是说，对于一个管理者而言，如同我们在第一章当中提到过的敏兹伯格角色论里面曾经提及过的，管理者本身的角色之一叫做所谓的资讯角色。换言之，管理者一方面他要作为资讯的一个控管者，他要知道这些资讯在哪些人的手上？此外，他要做成一个所谓的资讯的一个传播者的角色，也就是说，他必须要能够合理的把资讯传递给适当的人。最后，管理者本身他也是一个组织的发言人，他必须要代表组织对外来揭露一些他认为外部可以知道的一些讯息。所以，换言之来讲，这些所谓的一个资讯在组织里面的一个传播是相当重要的一个议题。也因此，我们必须要讨论一下组织传播的一个概念。那新的问题又出来了，这样听起来，组织传播不就是资讯从 A 处传到 B 处，就好像每天我们在聊天讲话一样？这到底有什么稀奇跟重要的？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一则红色斯迪麦的广告。新建主阵在倒塌中。新建主阵在倒塌中。猫在钢琴上昏倒了。猫在钢琴上昏倒了。红色斯迪麦。看到了没有？在这个广告里面，一开始的时候，大家在说的话是叫做建筑物要倒塌了。但是，透过某一些不断的转载之后，现在讲的话却变成了猫在钢琴上跌倒了。这种事情如果发生在组织里面的时候，代表的事情是说，大家对于这些任务跟讯息有着相当大的误解。那么，我们要怎么样子来避免这些问题呢？这就是今天我们所要讨论的主要的一个部分。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来谈一谈沟通的概念。什么叫沟通呢？所谓的沟通 communication， 一般来讲，它的定义指的事情是说意思的一些传达跟了解。而这些沟通的部分当中，基本上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两种不大一样的一个层次。首先，第一种叫做人际沟通。人际沟通它基本上所指的是指两个人以上之间我们彼此的一些讯息的传递。而第二种叫做组织的沟通，所谓的组织沟通，它所指的事情是说，在一个组织内部当中，我们用于去沟通的一些特征、网路跟系统。严格来说，人际沟通本身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所会发生的，例如像我们彼此的通 email 或者用所谓的一些 line messenger 等等来讲，这都是一种所谓的一个沟通的样子。但是跟在组织沟通里面所不大一样的地方在于说是人际沟通基本上并没有一个正式的目的，而在组织沟通里面，这些沟通的讯息它可能有一些正式的用途使用。所以换言之来讲，组织沟通是人际沟通当中的一种正式化的一种表现。此外，值得我们所注意到的事情是说，成功的沟通它所泛指的是来自于清楚了解讯息的内容，但是是否双方对于讯息当中有共同的一个见解，产生同意的意思，这就不是沟通本身所必须要负责到的一个事情了。在组织里面，沟通主要扮演四种重要的功能。第一个是来自于控制。对于管理者而言，控制代表意涵是来自于说，他要知道在什么时候发生了什么样的状况，因此可以做出对应的一个动作。例如像是，今天是所谓的圣诞节，很多的分店我们都有一些特卖的产品在这些分店里面，但是万一分店里面的东西不够了该怎么办？
这个时候总部可能就必须要能够知道这个讯息，并且派人去做一个适当的货品调度，而知道这个讯息，进而去让负责调货的人进行更进一步的处理，这是沟通当中必须要进行的一个事情。第二个叫做激励，对于一个组织里面来讲，我们要随时随地的让员工知道他们的表现不错，而在这种情形之下的时候，对于管理者来讲的时候，他也必须要适时的给他的一些下属一些适时的一些及时的回馈，让他们知道自己的行为是被鼓励的。第三，沟通也是一种抒发情感的一种工具，毕竟组织里面我们并不是由机器所构成的，而是由活生生的人而存在的，人本身就是有三情六欲这样子的一些情绪的表达，而沟通就是让我们能够把这样子的表达给情绪表达给有关的人知道，让大家可以做出一些适当的回应。第四个，沟通最主要的目的之一则是来自于说，我们要让每个人知道他们所需要知道的一些资讯，进而作为支持他们工作的一个基础，这也是沟通在组织里面重要的功能。那么我们到底是怎么样进行沟通的呢？这时候我们就要谈一谈人际沟通的方法。首先，在进行沟通之前，通常会有一个沟通的目的，而这个目的就是把它给夹藏在这个讯息里面。而下一步呢，则是来自于说，由这一些所谓的一个讯息的来源，就是例如像我今天有什么意思要表达的人，在这种情形之下，我就是一个送讯者，而我必须要用各种的方式把这些讯息转报成一些符号或者其他的一些代理的一些东西，在这个转换的过程当中，就当做了是一种所谓的编码的程序。接下来我们要透过某种媒介来把这些通讯息传达给受讯者，而这些媒介某些时候我们可以把它称为是叫做一种通路。再来，作为我们沟通的对象，这些人我们把它叫做收讯者，这些收讯者他们听到这些讯息之后，他也要把这些讯息把它给转换成自己可以理解的意思，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把它称为是叫做编码。而所谓的一个人际沟通的过程当中，它事实上非常容易受到各式各样的一些噪音的影响。所谓的噪音指的事情是会影响讯息传递接收或者回馈的一些事物，也因此在人际沟通过程当中很容易会出现一些误解的状况。举一个例子来讲，我今天吃到了一碗面，我觉得这碗面很好吃，我想跟我的朋友讲，于是乎我开始作为一个收讯者，我开始把面很好吃很香这样子的讯息是不是去把它转换成各式各样的一些文字，例如像它是很香它很好吃，虽然这些香跟好吃并不足以完全的代表我对于这个面的一个感受，但是我只能够选择用这一类我认为我可以理解的方式把它给做成一种讯息的传递。而这个讯息我现在选择的事情是说，好，我用打电话的方式去传给我的一个朋友，跟他们讲说这家面店很好吃哦。这时候打电话的这个电话就叫做是一种媒介，那我传递给这个收讯者的时候就是我的朋友，他知道了之后，他要知道说我当我在讲好吃很好吃这些意思的时候，它里面的意涵是什么，说不定他觉得依据我过往的记录，我是一个喜欢讲反话的人，所以当我说我好吃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说啊，这家一定是个雷店，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来吃它。那么要怎么样避免这样子的状况呢？当然最好的状况是他必须要重新过来跟我进行另一种沟通，来去确认一下说他所听到的讯息是不是他现在所理解的这个样子，然后我们再进行更进一步的沟通，来去确认讯息可以完整的被传递。在这种情形之下的时候，某些时候我们讲电话的时候可能会因为旁边的背景音量很大，例如像我现在在 KTV 里面，或者我现在手机收讯不好，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的时候，我的朋友这个收讯者他就无法完全的听懂我在讲什么东西，既然他可能会把我的好吃听成好玩的时候，他就以为说这家面店是拿来玩耍的地方，不是吃东西的地方了，这就是所谓的一种人际沟通的程序。当然我们在沟通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选择各式样的媒介来帮助我们做讯息的传递，这些沟通的方式可能包括说，例如像是面对面的沟通，我们可以打电话，也可以来写信，或者我也可以发 email， 也可以把大家都集合起来说我们来开会，或者我也可能贴在布告栏这个地方
也有可能我们彼此用即时的通讯软体，例如像 LINE 或者是 Messenger 这类的软体来做沟通，甚至我们也可能去做所谓的视讯会议等等。那么在这么多的沟通工具当中，我们该选择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做沟通呢？在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先看看说我们这一次沟通的目的是什么样子，再来选择一个适当的一个沟通的工具。在选择工具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考虑到以下的一个因素。一是来自于讯息当中，这沟通模式来讲是不是可以提供一个及时的回馈性。以 LINE 来看的时候，好，很多的人可能 LINE 留言下来完之后，对方可能不会马上就看到，所以脸书或者 LINE 这种东西来讲，它的一个及时回馈性可能是比较差的。反过来说，面对面沟通来看的时候，可能这个及时的回馈性会变得更好。再来是来自于所谓的处理复杂讯息的一个能力。很多的时候我们用嘴巴讲的时候，可能只能够把一些事情用要点式的方式快速的讲出来，而对于很多更进阶的一些问题是无法沟通的。在这种情形之下，用书面文件的方式或许可以把更多复杂的资讯给完全的包含在这个文具的这个工具里面，使得复杂的讯息可以忠实的被传递。第三种叫做沟通的广度。沟通的可能广度代表的事情是说，到底有多少的资讯我可以利用像这样子的方式给传达出来。例如像现在我讲一句话说，你好漂亮哦，可是这个时候如果你没有看到我的脸的话，你可能不大知道说我今天讲这个话是用嘲讽的意思，还是用的是一个真心赞美的意思。所以不同的沟通工具当中，可能会给予这些收讯者和传讯者之间各自使用到各种不大一样的一些讯息的广度，例如像我的身体语言、我的表情等等，这也是另外一个我们要去思考一下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传递讯息的一个因素。第四个叫做机密性。所谓的机密性指的事情是说，这个讯息是不是只会被我所希望接收到讯息的人所收到。例如像我今天看到有一个同学他快要配21了，这时候我有两个选择。选择一，某某某，你可以私下来找我一下吗？我们私底下再告诉你说你要配21的这个事情。再来，我可以在上课的时候就放上投影片说，以下是配21的同学，例如像 ABC。 在这种情之下， ABC 可能会因为第二种公开的形式而觉得这不是一件好的事情，觉得自己的隐私权被侵犯了。所以换言之，沟通的方式在选择的时候也必须要影响到这个讯息传递过程当中所必须要考虑到的机密性的一个部分。第五个和第六个分别是编码跟解码的一些简易性。编码跟解码的简易性所代表的事情是说，我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把这个讯息做完整的表达。那我们现在的人常说没图没真相，所以在某些时候，例如像我要描述一个影像的时候，搞不好最适当的呈现的一个载具是图形本身，而并非有文字的方式来进行传递。因为这种情形之下，它的一个编码跟解码会较为的一个准确。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很多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影像，我们不见得有能力把它立即的给所谓的一个整理下来。例如像我可能必须要找到手机来把相片拍下来，万一手上没有的话该怎么办呢？所以编码的简易性本身来讲，它也涉及到我们本身当在编码跟解码的过程当中，我们手上所有的工具。再来是所谓的时空限制的东西。时空限制例如像我们今天现在产生的对话来讲，如果我们今天只是用重复的方式来讲的，重述的方式来讲的时候，那么很有可能这些讯息无法被完整的转述陈述出来。所以或许比较好的方式不是用我们间接转述的方式，而是在当时有一个人他现场直接来做逐字稿，来用逐字稿的方式忠实去把当时的一些讯息做还原。所以即使我们活在现在，但是透过一些文字的传输，我们一样可以去想象出来说，以往关羽张飞可能是什么样的人。再来还有所谓的一个讯息沟通的一个成本因素，我们也必须要考虑进来。例如像一个在太空站的一个非太空员，当他要把讯息传递给及时的传递给在休斯顿太空中心的人的时候，他们现在传输成本是很高的。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是不是有其他的一些方法来传递，这是我们必须要考虑的事情。此外，人际的一种亲切感以及正式性，这两个东西本身也是我们必须要注意到的一件事情。一般来讲，面对面当中，因为有人跟人之间亲自接触的一个状况，所以会给予人较高的一个亲切感。
反过来说，当我们直接使用到一些网络或者是来自于这些公告的时候，因为它缺乏了一些我们所谓的一个个人的 soft touch 这样子的感受，会使得我们比较不会感受到这种亲切感。而反过来说，到我们的编码跟用字上面来讲的时候，它会反映出来一些正式性的状况。例如像某些同学他们在写 email 的时候，可能前面就会附上自己以往平常在用跟朋友相处之间使用到的一些匿名。例如像打开这个信箱一看，好，有小 Q 转给我的一封信来问我说今天功课是什么。在这种情形之下，在师生沟通这样子的过程当中，如果这个老师把师生这个关系视为是一种正式的往来关系的话，则你把它列为是小 Q 可能就不大恰当。你可以理解想想看说，如果你的老师他的昵称叫做皮卡丘，你收到了一封信叫做皮卡丘写的，告诉你说请注意明天要交功课的时候，你是否会觉得很好笑的感觉？这就是所谓的正式性的概念。再来，可浏览性也是很重要的。例如像我们刚提到过说，我们可以用影像的方式来作为讯息直接传递的方法，可是这些影像来讲，对于解码方而言，他手上是否有足够的工具，这些工具是否是具备可行性、可普及性这样子的特色，这也是我们在选择沟通工具的时候必须要考虑到的东西。最后是来自于讯息处理的时间。例如像电话来讲的时候，可能我们两个人距离很远，倒可以直接用打电话的方式立即来跟你做沟通。尽管打电话的方式并没有像人跟人之间面对面沟通的情形之下有着这么强的一个亲切感，但是它处理讯息的时间是较为快速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电话也是一种我们相当盛行的一种沟通的方式。事实上，在我们沟通的过程当中，并不见得我一定要用言语或者文字的方式来表达，非言语沟通在沟通里面也是相当重要的一个元素。事实上，我们很多的一些时候，我们可以用非言语的方式来去表达某些的事情。例如像当学生上课的时候就是看报纸，或者把手机拿出来在那边滑手机的时候，台上的老师不用问，他应该也知道这个学生觉得这堂课很无聊，相当没意思。当你看到一些学生在那边东西收一收，然后眼睛大大的看着你的时候，这个老师的人就应该知道说，你该下课了，不要废话了，赶快把学生放走吧。此外，除了这些动作之外，很多的时候我们的一些手势、我们的一些面部表情等等，它会帮助我们去理解对方的一些所谓的一个言下之意。此外，像语调这样子的东西也会帮助我们去抓到一些事情的重点。例如像真的哦、真的吗，这两种表达的方式来讲，可能你就可以很清楚的感受到，第一种是来自于是一种肯定确认的讲法，第二种真的吗，这就是一种像是质疑的含义。所以换言之，我们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很多的讯息并不仅限于这些符号所表达的部分，而周围其他很多在传递过程当中附带的东西，它是帮助我们有效沟通的一个工具。接下来让我们来谈一谈常见的沟通障碍的来源。首先，第一种常见的来源叫做过滤。过滤所泛指的是来自于说，为了迎合搜寻者的一些偏好，而对于这些资讯有一些刻意的筛选这样子的活动。那什么意思呢？好，我们举个例子来看。有一个 sales， 他被派到非洲去研究一下当地鞋子的一个市场的一个潜力。这个时候他在看到的时候发现说，在当地的人其实都是打着光脚在那边跑来跑去的。这个时候他回到了公司了，他要怎么样跟他的上司来做报告呢？好，如果他今天发现说，万一我今天跟上司说这边市场大好的话，那么可能上司就要派我到非洲去了。可是我是在不想去非洲的时候，这个时候我的一种说明的方式可能会说，老板糟糕了，在非洲的人他们都不穿鞋子，所以那边基本上看起来是完全没有市场的。但是对于另外一个人来讲，他如果他本身想达到的目的是来自于说，他希望到非洲那边可以有一阵子在那边住一住玩一玩，顺便帮公司开疆辟土的时候，他可能告诉老板就会说，老板在非洲那边他们都还没有鞋子穿呢，所以看起来市场大好。这两种方式来讲的时候，虽然说传达的是同样的一件事情，但是透过这种资讯被组织的方式，就容易让搜寻者产生出两种截然不同的一种印象，进而就下出不大一样的决策。第二种常见的沟通障碍叫做所谓的一个资讯过载。
什么叫资讯过载呢？资讯过载所泛指的事情是说，我们必须处理的资讯远超过我们的一个能力。事实上，在现在而言的话，例如像我们今天要看所谓的一个疾病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发现说，有很多的人都给我们一些不大一样的建议。那么某些可能是来自于 A 医生或者 B 医师当中，他们各自引用了一些期刊的资讯，或者来自于一些所谓的故老相传，他们对于某些疾病的一些见解。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有太多太多的一些资讯必须要去处理，所以换言之，我们可能就会有听没有懂这样子的现象。第三种叫做行话的使用。什么叫做行话呢？行话 jargon 这个东西指的事情是说，在某些特定的群体当中，他们通常会使用到的一些语言。例如像是对于某个年代的一些网络族来讲的时候，他们可能会说酸民、没图没真相这类 PTT 的网络用语。同样的，在职场上面来讲，不同单位的人会有一些不同的一些常见的用语。例如像是说，你碰到在专业的行销机构企管训练出来的人的时候，他们常常会说，哦，我们的 TA 是什么样子，所以我们需要 channel 是什么东西。但是用像这样的方式来表达的时候，其他的人可能不大会知道。又例如像是我们今天委托资讯的部门来帮我们建置一些给客户使用的网站的时候，对于顾客来讲，对于我们这些人来讲，我们可能并没有学过太多的一些电脑的知识，所以我们可能就只知道说，我们需要这个功能，我希望它长成这个样子。可是工程师在跟我们沟通的时候，可能就会说，哦，这个 database 它应该是用结构化或者非结构化，然后这个 UI 它本身所使用的方式应该是比较偏向的是用 Streamlit 的架构，还是用什么样的架构来走。在这种情形之下，当我们彼此之间去执着于自己的专业用语，假设对方听得懂我们的专业用语来跟别人做沟通的时候，在这种情形之下，就很容易产生出来很多的一些误解。第四个是所谓的一个国家文化，不同的国家里面，大家对于表达的方式可能是不大一样的。例如像对于我们很多的人来讲，我们点头代表的是我们赞成，我们摇头代表的是我们反对。但是在印度这个地方，对于某些人而言，摇头代表的是他们知道，他们认为是 yes， 而点头代表的是 no。所以如果我们今天对于这个文化来讲并没有足够了解的时候，就很容易让我们产生一些误解。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要怎么样子才能够克服这些沟通障碍呢？首先第一个叫做利用回馈。利用回馈的形式当中，可能包括说，我可能用口头或者非口头的方式来跟对方做一些所谓的讯息的确认之用。例如像是我们在沟通的时候可能会说，哎，那么用我的话理解的话，你刚才在指的意思是不是像这样子？利用像这样子的一些对话方式来讲，可以方便所谓的收讯者，他可以跟发讯者当中再次的确认彼此的一些对于意思的表达跟认识上面是否有差异。第二种是叫做简化语言。简化语言所泛指的事情是说，我们要用对方能够了解的语言来沟通，要被理解了，这所谓的沟通才能够算是一个有效的沟通。那什么意思呢？例如像我们刚前面提到过说，对于很多的族群来讲，因为专业的要求或专业的训练，使得大家会很习惯用各式各样的一些专业的术语来跟别人做沟通。但是这些专业术语当中，别人可能并不会听得懂啊，所以我们可能就要把它换成一些白话文的方式，才能够跟别人做解释。例如像有一位负责帮别人去进行网络修复的人，当他碰到他的用户的时候，可能他的用户并没有这些网络结构的概念。例如像这个人他现在不能上网，用专业的术语来讲，可能是说他的一个 DNS 的设定出了问题。可是在这种情之下，当用户问他的时候，用户根本听不懂什么叫做 DNS。 所以一个成熟的聪明的一个电脑修复人员可能就会跟用户说，哦，其实这代表的事情是说你的一个那个门牌记录系统出了问题。因为就整个的网络系统概念来讲的时候，所谓的 IP 很像是每一个人在网络上面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一个门牌号码。当你今天没有带地图去，不知道这个门牌号码是什么的时候，自然而然你就找不到那个地方。而所谓的一个地图就很像是 DNS 这样子的概念，你要用像这样子的一种简化的方式，对方听得懂的语言来做沟通，就可以降低一些所谓的沟通的障碍。所以某些人他们可能会说，为了去强调所谓的简化语言这个部分，他甚至会说，
请你把我当作是一个六岁的小朋友，用他听得懂的方式来告诉我你现在要跟我说什么东西。这样听起来好像很好笑，但事实上他的目的就是为了达成到所谓的一个简化语言的作用。第三种叫做主动倾听。主动倾听这个问题，我们基本上所泛指的是来自于收讯者所必须要注意到的一些事情。很多的时候，作为收讯者的我们可能会听到了一两句话之后就开始在后面自行的演绎，而没有去认真的听完整个事情的全貌。因为例如像我们看电视的时候，很多的时候事实上我们也不会把每一句话或者每一个字都听得很清楚，但是我们会自行的把这个情境来做连结。那因为我们在听取在试图去理解对方意思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去进行一种所谓的诠释的过程。在这种情形之下，如果我们预设了一些立场的时候，我们很有可能就会抱持着预设的立场来去理解对方的意思，因而产生一些误解。例如像是在选举的时候，当我们就听到一些我们比较不喜欢的人在讲话的时候，我们通常可能会用一些比较负面性、批判性或者嘲讽性的一些想法来去听他的话，来嘲讽这些东西。但是说不定对方的原意并不是像这样子，而我们所谓的一种立场预设立场式的一种听取意见的方法，就会造成我们对于对方意见的一个误解。再来，在沟通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必须要控制我们的情绪。某些的时候，沟通的过程当中会夹杂出来一些所谓的正面负面的一些字眼，当听完这些正面跟负面的字眼之后，也许我们就会引发了我们这些情绪之后，进而造成我们后续来的过程当中因为情绪的高昂而无法听清楚到底对方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例如像今天我们做了一个作品做出来拿给我们的一个评审来看，评审一看完之后就告诉我们说这个东西就很烂。当我们听完这个话的时候，我们马上就觉得很难过，就开始很想反驳。但说不定这个很烂的意思后面是他后面本来想讲的事情是说，这个东西看起来很烂，但实际上他做的其实还不错，跟别人比起来他已经很好了，只要我们再怎么改善就会变得更好。但是因为前面我们听到了负面的字句之后，我们先引起了我们的一些情绪上的反应，可能会造成我们一来在行为上面来讲产生了一些过度的防御 over defense 的一些心情，或者第二个我们就无法完全的把对方后面的一些善意的建议给理解下来。最后是来自于一些所谓的非言语的一些暗示。我们前面提到过说，沟通除了文字和符号之外，它也有很多的时候会来自于我们的身体语言，或者是来自于我们的一些表情当中还有语调当中所传达出来的一些讯息。所以当我们沟通的时候，必须要能够静下心来仔细的观察一些这些除了语言符号之外的一些言外之意的一个部分。那么我们要怎么样子才能够做到所谓的主动倾听呢？一般来讲，主动倾听会有以下的一个七个重点。第一个事情是说，我们要尽量避免打断别人的谈话。意思指的事情是说，当别人讲了某些话的时候，我们不要很快速的就跟人家说，我知道你的意思是什么了，你后面不用讲下去了。我们应该拨点时间，耐心的看能不能够对方，让对方把他的话可以清楚的、完整的给讲完。第二个事情是来自于说，某些时候我们在讲完话之后，可以试着用自己的话去重述一下对方所想表达的意思，作为一种回馈之用。像这样子的回馈的目的是在于说，是来确认自己的理解的过程当中会不会因此对于对方的一些想法而产生了一些误差。第三个，我们应该尽量避免掉一些会分心的动作或者手势，因为当我们做出一些动作或手势的时候，或许会使得对方他的注意力从我们在进行的讯息的传达而转移到所谓的一个手势和动作上面，所以尽量的能够保持带一些所谓的一个适度的一些手势和动作即可。第四个，我们在听取对方的一些陈述的时候，必须要能够具备主动提问题的一些习惯。其实这些问题的目的是在于说，就确认在这个讯息传递的过程当中，收讯者对于发讯者之间他这个讯息理解上面是否有误。那么这同样的也是一种达到的一种回馈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技巧。第五个，在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做沟通的时候，我们比较适合的事情是说，我们应该保持一些适当的一些面部的表情以及点头的肯定，在这种情形之下可以去鼓励对方的一些发言。同样的，跟我们谈话的对方来讲，保持一些目光的接触也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个目光接触来讲，它同样的也包含了你对于对方的一个讯息接受的一个表达。
第七个，在聆听别人传递的讯息的时候，我们应该尽量的用设身处地的态度去听取对方的一些意思的表达，而不要去用自己的一些预设立场。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比较能够正确的理解到对方所想传递的一些讯息的真意。谈完了一些人际沟通的概念之后，接下来让我们来进入到组织沟通的部分。一般而言，在讨论组织沟通的时候，我们习惯于从它的一个正式性加以分类，把它分成正式沟通跟非正式沟通两种。所谓的正式沟通，它所泛指的是来自于说我们依照组织的层级或者工作安排而做的沟通。基本上所谓的正式沟通所进行的范畴当中，我们主要指涉的是来自于基于各种的组织任务当中而进行跟组织工作相关的一些讯息的传递。第二种叫做非正式沟通，所谓的非正式沟通，它基本上是在组织层级当中未被定义到的一些沟通。而这些沟通的过程当中，第一个传递的讯息里面，可能某些的时候传递的是来自于是一些非正式的一些讯息，借以来满足员工的一些社交的讯息需求。此外，在很多的时候，这些所谓的一个非正式沟通，它也可以是作为组织内部的一些正式的资讯当中的一些另外一条传递的方法。而在这条道路上面来讲的时候，很多的时候这些非正式沟通的程序，它是在补足所谓的一个正式沟通的一个不足。那什么意思呢？好，我们来举一个这样子的例子。例如像是有一家公司，他们可能准备要去换了一个所谓的新的执行长，可是在正式的执行长这个任命上来之前，下面的特助就在跟其他的主管讲，你是否有被找去做所谓的一个面试的动作啊？原来你没有哦，啊，这样子的话你可能就没有机会咯，因为我听说现在上面正准备要换新的执行长。像这样子的讯息就会随着这些所谓的非正式沟通的管道逐渐的在组织里面散播出来。那在这种情形之下的时候，就会让组织的成员去知道一些更多的一个公司内部所必须存在的一些资讯。另外一个在讨论组织沟通的时候，我们常见的重点是来自于资讯沟通的流向。资讯在组织里面可能随着组织层级当中进行各种不同方向的一个流动。首先第一个是所谓的下行沟通， downward communication。 什么叫做 downward communication 呢？它所泛指的是由管理者他向下流向员工的一个资讯的方式。那例如像是什么呢？例如像是好，可能公司很多公司来讲，他会定期的开一些所谓的员工大会，那么在这种过程当中就把一些讯息给传达到所有的一个员工身上。那么这时候呢，可能某些时候高阶主管可能会在上面当中进行一些公司重大讯息的发布，然后呢设定一些讨论的议题，或者是把所有员工都集合起来来跟大家说，谁做得很好，我们该给他一些表扬。那么一般来讲，这些所谓的员工大会很多的时候是拿来用来作为说去告知、指挥、协调还有评量员工的一些场合之用。再来另外一种状况来讲，则是讯息由所谓的下级往上级传递，这叫做所谓的一个上行沟通， upward communication。 那为什么组织内部会需要这样子的上行沟通呢？因为管理者他也会想需要知道说，到底他的前线员工当中他们在做什么事情，他们对于工作内容的一些调整和感受，以及其他的一些组织相关的成员当中，他们可能对于组织的看法，以及对于组织当中某些问题当中该有哪些可以解决的方向。例如像是员工所做的一些绩效报告，公司的一个意见箱的设定，员工的态度调查，公司内部所设定的一些申诉的管道，还有管理者跟员工当中的一些讨论，乃至于大家的一些非正式的一些集会，例如像吃饭等等。像这类方式来讲，都是一种所谓的上行沟通的一种范例。一般来讲，在组织里面是否都会发生上行沟通，严格来说它还是会涉及到所谓的组织文化的部分。当在某些的组织里面，它本身属于是高度的一种权威性中央集权并且层级分明的时候，尽管这些上行沟通的模式依然会存在，但是在内容上面可能会受到比较多的一些限制。因为例如像是某些的公司来讲，它可能会有那种所谓的资深资浅的制度，造成的事情是说前线的资浅员工他并不被鼓励在会议当中做发言这样子的现象，那因此会使得这些沟通的频率
跟所谓的一个讯息的广度会变成相对上不足，而造成组织的管理者并无法充分的掌握到所有讯息全貌这样子的一个现象。第三种沟通叫做所谓的一个横向沟通 lateral communication。 所谓的 lateral communication 它所泛指的是来自于说是同属一个组织层级的员工当中他们彼此进行的一个沟通，例如像是行销部门跟财会部门做的沟通，或者是来自于说生产部门跟行销部门之间做的沟通等等。那么在很多的一个快速变动的环境之下的时候，这些横向沟通它可以降低掉很多协调的时间，并且去促使的同仁当中进行更多的一些彼此之间的一些合作。所以例如像是在开发新产品的时候，很多产品发展部门的人他也会私底下的跟行销部门的人做一些沟通，问问看说这个东西你觉得你们服务的客户来讲他会怎么看待这个东西，或者就跟真正的量产的部门去沟通一下说像这样子的产品是否我们真的做得出来。横向沟通在很多的时候在组织里面是有必要的，特别是在所谓的一种跨功能的部门来讲。可是在某些的时候，如果员工只会做横向的沟通而没有把他们的决策跟行为向上级做报告的时候，那么也有可能造成管理者他们不知道部署在做什么事情，进而造成上下之间的一些冲突。最后是来自于一种斜向的沟通。斜向沟通所指的事情是说它是一种属于是跨工作领域跨组织层级的一些沟通的方式，例如像是说好对于所谓的一个所谓的一个消费品的部门来讲的时候，他们的分析师直接跟地区的行销经理针对顾客的问题当中来进行沟通，这就是一种所谓的典型的由某部门的下级对另一个部门的上级所进行的沟通。它的好处是来自于说是它的一个沟通效率会比较好，并且可以快速的让这些问题当中在组织里面得到解决的一种空间。但是它的缺点是来自于说是因为它跳过了中间当中的一些上级，所以也有可能会造成上下关系的一些冲突。为了避免掉像这样子问题的时候，事实上部门的主管对于下层的授权会有相当重要的一个影响。我们刚刚前面所谈的重点是在于资讯在组织图当中所呈现的一个流向，接下来我们来整体公司的一个资讯沟通的网络的角度来看一看什么叫做组织沟通的网络。一般而言，在一个组织里面讯息会在不同的成员当中彼此的进行流动，而这流动的过程当中它的一个形式可以分成以下的三种，分别是链状式、轮状式或者网状式。在链状式的情形之下，它所泛指的是来自于这个讯息是随着组织它的一个组织结构从上层到下层当中一一的传递，这样子的这种模式叫做所谓的一种链状式的结构。第二种是所谓的轮状式的结构。轮状式的结构来讲，基本上它把整个资讯传播的一个重点放在最高领导人的身上，所以所有的资讯不管你今天所处的层级为何，你都是直接的来跟领导人来做沟通。第三种叫做网状式的方式。在网状式的方式之下的时候，事实上它会融合着所谓的上行、下行、横行跟斜向的沟通，整个的任何的人可以跟任何的人去进行所谓的一种资讯的交换。那么哪一种的沟通网络效果会比较好呢？事实上它各自有各自的好处，我们可以从所谓的一个速度、讯息的正确性、领导的一个明确性跟员工的满意度来进行比较。在速度上面来讲，轮状式它的速度相对来讲的时候，这些所谓的链状式的速度来讲，它是相对上较为中等的。跟轮状式和所谓的网状式比起来的时候，这两种方式讯息在组织的沟通传递的速度来讲是最快的。再来以讯息的正确性来看的时候，因为链状式跟轮状式来讲，它基本上讯息的来源是单一的，并且它的一个传递来讲是较为短的距离，在这种情形之下，这种讯息来讲它的一个正确性会较高。可是反观在网状式的情形之下的时候，由于每一个人对于讯息的接受来源会有不同的来源，也因此在这种来源之间不大一样的情形之下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彼此矛盾或者不一致的讯息传递，因此在所谓的一个讯息的正确性来讲，它的效果是比较中等的。第三种在领导的明确性来看的时候，在轮状式的结构里面就容易看出来说所有的讯息是集中在领导者的身上，
而在炼装师的情形来讲的时候，这种所谓的一个领导的明确性呈现的是一种中等的态度。而在网装师的情形之下的时候，从讯息的传递角度来看的话，因为每一个人他都可以是讯息的发起者，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的时候，领导的明确性基本上是没有的。再来，在员工的满意度的情形之下来看的时候，轮状式的情形之下的时候，员工呈现的满意度是最低的，因为每个人都要直接跟高阶主管来负责，而并没有被感受到所谓的一种被授权的一种感受。而在炼装式的情形之下的时候，每个员工在中层以及下层来讲的时候，会得到某种程度的一种授权，也因此会提高员工对工作的满意程度。而其中满意度最高的会来自于所谓的一种网状式，因为在网状式的一种结构来看的时候，每个人都可以算是一种具备领导者地位的一个讯息发起者的角色。所以换言之来讲，因为这样子的一种角色的一种提高以及权力的提高，会让员工的一个满意度呈现较高的一种状况。在组织内部的沟通，除了组织内部的讯息用哪一种网络方式来传递之外，工作场所本身的设计也是相当重要的。一个良好的工作场所的设计，它必须要能够支持员工进行以下的四种活动。第一个叫做专注工作，第二个叫做可以帮助他们有合作的空间，第三个可以彼此的学习，以及第四个让他们之间可以进行非正式沟通当中所并行要的一些社交活动。而在工作环境当中，很多的设计元素会对于沟通造成很大的影响。例如像是在工作场所当中，是不是有一些所谓的一些围墙跟屏障的存在。这类围墙跟屏障的存在固然可以帮助员工进行到所谓的一个专注沟通的状况，但是会去阻碍到员工之间他们去进行所谓的一些合作学习跟社交的一个可能性。所以现在流行的一种是来自于叫做所谓的开放式的工作场所。在这种工作场所的概念之下的时候，它会较少去使用一些围墙 partition 来进行一些空间的屏障。而军饷工作的关键就是来自于说，你是否可以看到其他的人，以及来自于说是你们之间彼此工作的场所当中的密集度到底有多高。此外，在某些的时候，某些办公室的设定会设计出来较多的一些可移动式的设备跟摆设，在这种情形之下的时候，比较可以帮助在这个场所当中的一些从业人员，他们有较高的一些调整工作场所的一个弹性，以利于他们必要的时候的沟通跟专注工作的需求。像这一张图就是一个典型一个开放空间的设定，我们也看到说每一个人有他们自己的一个桌子可以专心来沟通，但是当你今天有必要跟别人做开会讨论的时候，也可以快速的用座位的移动来达成像这样子的效果。这个就是来自于像 Google 他们在旧金山地区所采用的一个办公室设计的一角。除了工作场所的一个安排之外，科技的使用也相当重要的，特别是在现在科技日新月异的情形之下，它一方面来讲造成很多的环境的不确定性，但是另一方面来讲，这些科技的出现它可以大幅的帮助管理者去整合各种的一些讯息，进而提高整个的组织的生产力。常见的一些影响到现代的一个组织沟通的资讯科技，包括第一个是来自于网络的一个系统，例如像现在的一些电子邮件、即时通、还有部落格、维基等等，这类来自于网际网络上面为基础出现的一些各种沟通的管道跟讯息传递的方式，它可以让这些讯息当中有更多的一些有效并且快速传递的一些可能性。再来是来自于支持这些网络系统背后的一些基础的科技，例如像是无线的网络 WiFi 或者 WiMAX， 乃至于说在这些网络的一些通讯结构之下，他们的一些支援的系统，例如像手机、笔电等等，这些东西的存在使得我们无时无刻都可以取得到我们工作所需的一些资讯，进而去提高我们的一种工作的生产力跟达成我们沟通当中不受所谓的一个空间限制的一个好处。但是这些资讯科技的一个快速的普及并不见得一定会都带来各种的好处，例如像是好，固然在资讯科技当中的一个盛行之下，公司可以随时随地的联络到员工，但是上面来讲会不会造成员工的一些心理负担，或者使得员工在下班之后还要待命，以至于产生压力过高的一个行为。尽管在很多的时候公司不见得会做出像这样子的要求，
又像现在在台湾而言，很多的公司是用 LINE 来做所谓的一个公司事务的一个交办，但对于员工来讲，尽管上司并没有要求员工你要马上做回应，可是对于很多员工来讲，当他收到了这样讯息之后，基于责任心的状况会使得他们忍不住的想快速的把工作给完成，也因此造成了员工过度的一些压力。在这种情形之下，在一个组织里面，如何的在所谓的一个善用资讯科技，并且能够不去提高员工的一些压力，在这两者当中进行平衡，是一个很重大的一个议题，也需要这些管理者他们有一些技巧来处理这样子的事情。好，我们今天关于组织功能的部分就讲到这个地方，谢谢各位。